卡米拉这辈子可谓坎坷，为了嫁给查尔斯付出了巨大代价，七十岁才当上王后，可惜一朝失势，王室内已经无人依靠。如今查尔斯患上癌症，卡米拉提出修改遗嘱，要求合葬，却惨遭拒绝，还被怒骂是白眼狼。卡米拉的人生赌局彻底失败，这件事在网上引发热议，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是卡米拉咎由自取，报应不爽。 王室内斗再起，卡米拉的悲剧再次成为众人话题。卡米拉和查尔斯的关系可谓命运多舛。年轻时，卡米拉就深深迷恋查尔斯王子，但因为自己不是贵族血统，两人终究没能在一起。卡米拉不得不嫁给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人安德鲁。直到多年后，查尔斯的前妻戴安娜去世，卡米拉才如愿嫁给了查尔斯。但为此， 卡米拉不得不接受摘除子宫这个残酷的代价，才终于得到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同意。五十多岁时，卡米拉才得以进入王室；七十多岁才加冕为王后。可以说，卡米拉为了这个王后之位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即使终于得到王后之位，卡米拉的处境也并不轻松。她是一个晚年才入主王室的外来者，根本没有自己的势力。 王室里谁都想给自己的孩子谋一个好职位，根本不会支持卡米拉。卡米拉试图拉拢年轻一辈进入核心圈子，结果失败的一塌糊涂，既得不到官职，卡米拉也想分到些钱财，但同样遭到拒绝。这说明卡米拉家王室多年的努力完全落空，除了那虚有其表的王后职位，她一无所有。查尔斯是卡米拉在王室仅有的一个靠山。 如今查尔斯年事已高，突然患上了癌症，这对七十多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。卡米拉十分紧张，尽心尽力地照顾生病的丈夫，还建议查尔斯到乡下庄园疗养。但不幸的是，查尔斯的病情还是持续恶化。卡米拉意识到，如果失去了查尔斯这个最后依靠，他在王室的日子只会更加难过。在查尔斯病危的关头。 卡米拉提出了一个建议，修改查尔斯的遗嘱，在里面加入自己死后能和查尔斯合葬的要求。他觉得这个要求已经足够低了，只想死后有个好归宿，不再要求权力和财富。但让卡米拉恼火的是，查尔斯没有直接答应，而是表示需要和威廉等核心成员商议。卡米拉愤怒地骂查尔斯是白眼狼，但查尔斯还是拒绝了这个看似温和的要求。 网友们对此热议纷纷，卡米拉是咎由自取，自己没能力，只能依附查尔斯，现在人走茶凉，怨不得别人。他当初不也为了入主王室出卖过自己的尊严吗？现在自己都这把年纪了，也不要再虚荣了，合葬这种事就别提了，反正也活不长了。我觉得查尔斯的做法很正确，卡米拉凭什么合葬啊？他能为王室做了什么？ 他不过是乘人之危，别人病了他还想占便宜。卡米拉年轻时那么漂亮，如果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嫁了，现在哪会这么悲惨？这都是他一厢情愿非要爬上皇位的报应。一个老太太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我看她是脑子有问题了，丢人现眼的很。查尔斯已经很仁慈了，换我早扔出王室了。哎，想当年卡米拉为了当王后牺牲了如此多。 现在闹这么大，还是让人同情的。他活这么大一生也真是辛苦，享了这么点荣华，就要一无所有了。在温莎城堡的一间私人书房内，卡米拉王后坐在书桌前，她的眉头紧锁，表情凝重。她手中拿着一份文件，那是一份她精心起草的遗嘱草案。她心中焦虑不安，却又充满决心。就在这时，查尔斯国王走了进来。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忧虑，他看着卡米拉，轻声说道：“亲爱的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”卡米拉抬起头，目光坚定的注视着查尔斯，语气坚决的说道：“查尔斯，我希望你能为我立下遗嘱，在我去世后，将我与你一同葬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。”查尔斯愣了一下，他没有想到卡米拉会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。卡米拉打断了他的话。 他的声音中带着坚定和不容置疑。查尔斯，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可能有些特殊，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权利，也是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感情的肯定。查尔斯叹了口气，他看着卡米拉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卡米拉，你知道这并不容易。王室的传统和规矩，我们不能随意改变。几天后，查尔斯在王宫内宣布了遗嘱的内容。 他将卡米拉与自己一同葬在圣乔治教堂的愿望公之于众，这一消息一经公布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王室内外议论纷纷。在王宫的会议室里，威廉王子的表情严肃，他站起身，语气坚决地说道：“父亲，我必须提出异议，这个决定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风波，影响王室的声誉。”查尔斯深深地看了威廉一眼，认真地说道：“威廉。” 我理解你的担忧，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道德和情感的决定。威廉不甘心的握紧了拳头，他阴沉着脸，愤怒的说道：“父亲，这涉及到王室的形象和传统，不能带着个人感情色彩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慎重考虑。”查尔斯的目光坚定无比，他缓缓说道：“威廉，我知道你担心王室，但有时候我们也应该放下传统，倾听内心的声音。” 威廉的脸上露出犹豫和矛盾，他看向了其他王室成员，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。会议室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其他王室成员也开始表达自己的看法。有些人支持查尔斯的决定，认为这是对个人感情的尊重；而另一些人则赞同威廉的观点，担心这样的决定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议。经过激烈的讨论和辩论，最终查尔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。 他认为爱情和个人意愿同样重要。威廉虽然不满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卡米拉的要求引发了王室内外的争议和讨论，但是查尔斯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。尽管威廉表达了反对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卡米拉的坚持和查尔斯的包容都得到了肯定。王室也因此更加和谐和团结。卡米拉的要求成为了王室内部的一个转折点，尽管引发了分歧。 却也彰显了王室成员之间的尊重和包容。卡米拉以她坚定的意志和追求，让人们看到了她为人的真诚和坚韧。她的决定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情感，也体现了王室的温暖或人性。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过程中，卡米拉以她独特的方式，为王室增添了一抹亮色，成为了值得敬佩的一位王后。看来。 卡米拉这场人生的赌局彻底以失败告终。她虽然短暂的加冕为王后，但付出的代价惨重。在王室中，卡米拉没有真正的地位，活着时无人依靠，死后连合葬的小请求也遭到拒绝，境况惨淡。卡米拉一生多艰，费尽心机获取的成功转瞬即逝，暮年的凄凉让人不忍直视。这充分说明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 卡米拉终究自食恶果，也警示我们要有大局观和豁达心态，才能泰然处之。